许氏深业集团自成立50年以来，秉承着对品质的坚持和对服务的承诺，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最优质、最纯正的花旗参产品。许氏参场五月起将全面供应新鲜花旗春参，数量有限，售完为止。新鲜花旗参的养分比一般市面的干参多出14%，而且食用起来带有难得的清香气息。春参受限于农场运作，数量不多，一上市即售完。母亲佳节，不妨送妈妈一份新鲜参献上孝心。这个是非常非常新鲜的，你不怕？这个是前几天挖的，每一个礼拜挖的新鲜参，最新鲜的送到你们的客人或者到你的门口。许氏的我们会服务这个客人的订单或者要求非常快，至少一两天以后，你从我们的网站买的货，应该会从威州出货。你看我们大部分的，除了你们在Amazon 或者亚马逊以。除了亚马逊以外，我们的订单都是通过我们的美国中部在威州，所以我们的货你去 sujinsing.com 那个货都是从威州总部出来的。不管你是在加州、纽约、德州什么地方买的，如果是跟我们的经销商卖的货，也是从威州先出到我们的分公司，以后分公司送直接到那个店的门。花旗参独特的滋补功效被广泛认可，被誉为东方滋补。每一根新鲜花旗参都蕴含着大自然的精华，不仅具有补虚益气、养生保健的功效，更能够应用于各种美味料理中。除了可以直接切片吃之外，也可煮茶泡水或泡酒饮用。另外，无论是炖汤、炒菜，还是滋养的炖补品，都能带来独特的风味和营养价值。收到以后，然后就再洗一下子，然后切成片或者切成丁，那你可以去炖补啊，可以炖鸡啊，可以煮鱼汤啊，可以炖排骨啊，炖牛肉啊，都非常的好哈。也煮鱼汤，我最喜欢吃鱼，所以煮鱼汤非常的鲜，非常的好，所以很方便啊。保存的话很容易，开起来以后呢，从这个大包的包装开起来以后呢，用 paper 那个怎么样，那个纸巾啊，用纸巾把它包起来以后，然后再换回塑胶袋里面去哈、哦、所以把它保存，可以保存一个月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假如说你不要那么久，一两个礼拜把它吃完，最好是一个礼拜。许氏位于美国威州沃沙市的许氏花旗参场，成立于1974年，为美加首家华人花旗参农场，其辖下拥有五大农场，涵盖拥有超过1000多英亩的种参处女地。由许氏参厂出品的新鲜参，品质完全符合美国农业部核定农场生产规范最高标准 GAP 制作过程，绝对保证提供最纯正的健康，值得消费大众的放心信赖。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品尝到春季新鲜参的美味和营养，已于各大华人超市及心融行和许氏购物网同步上架新鲜春参，让你无需奔波即可轻松购买到优质的产品。天下卫视编辑报道。